班尼在对面是，他怎么赢？我们怎么赢？赢不了。我们牛哥，你自己注意呀、啊，小心被我们牛哥处理起来呀、啊！操！我的，不要抢！他死了吗？打死你！我嘟！想不到吧？想不到他位置在这边吧？单杀！我操！牛哥怎么那么猛？不怕不怕，我们有阿赞哥，别怕！我要一直强。扛在肩膀上，不怕不怕。那个萨林一定想说，这个琪琪又白痴了。对，哈哈，谢谢，阿里亚多克雷马斯。下路别死就好，我中推完下去。看起来是没有这个必要。哎，好像有人要死嘞！死！各位，我是 Toys， 现在知道 GG 是谁在失忆了吧？毒烂你，毒到没朋友。够毒了吧？这把有 carry 了吧？我操嘞，牛哥！我操，牛哥这个东，我操！要是我们在打比赛的那个版本有小青，哎，好像有。那时候小青怎么，我们怎么能不拿？靠背啊，推拉小，靠背哦，输了，要被反败了。
萨，等凯撒。他为什么都不给我拦啊？OK， 众人皆醉我独醒，完了，被开了，是这个，等他复活，等我们牛哥复活。没事，等他复活，再等一个复活，一个一个死，就是这样一直等，准备开始哦。全部毒烂，毒烂，我把后排全部毒烂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来，全部来一口，打最近的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漂亮，赢了。唉，要是一般人的凯撒，那个一定会上头。我们牛哥老行了啦，牛哥太强了，牛哥。我就说我的木家爵有料吧，你们还不信？我就跟你说我木家爵很强，你们还不信？你看我这个输出23%，没有很高。牛哥突然找我，尿都滴两滴，吓到了。